大家好，我现在在河南的三门峡市，这是黄河公园的芦荡烟雨湖景区。我站的位置是揽胜台，居高临下看一下黄河胜境，烟雨蒙蒙的，旁边是黄河大桥，河面特别宽。我正打算前往下一座城市，去的西岳华山，准备坐车去高铁站。黄河公园，乘坐出租车到达了三门峡的好人广场，周围都是高楼大厦。从这里上去，美丽三门峡。三门峡南站，从这里进站检票了。进站了，座位好多，旁边是厕所，中间是检票口，一共就一个层。这就是三门峡的南站。快速进站。各位乘客，为了您的人身安全，需要通过地下的走廊通道。各位乘客，为了您的人身安全，这个帘是自动的，高853次列车。列车刚好进站，这次我乘坐的是高853次列车，是从武汉终点站发往兰州的，这个方向是车尾，往车头这边方向走，途经驻马店西、罗河西、郑州、洛阳的龙门，还有三峡南、华山北、西安北、咸阳西、岐山、宝鸡南、天水南、秦安、通渭、定西北，最后到达兰州西。第二车厢车头是一等座，从这里上车了。从这看看一等座的座位，哇，座位还是挺空的。我是二等座，需要在这绕过去。我乘坐的复兴号动车组列车出发了，大概20多分钟到华山。车厢内涂有红色标志的安全设施。对面就是西岳华山，五岳之一，下面还有一座古城墙。开门下车，这是我乘坐的853次
复兴号列车高铁现在到。这班列车是武汉发往兰州西，终点站是兰州西，我在华山北站下车。到达了华山北站的站前广场，给大家环视一周，两边有超市，旁边是客运站，长途大巴车准备到华山的山脚下去吃饭住宿。华阴汽车客运站旁边是公交车总站，在这儿坐车，随便上一辆公交车都可以，因为这个公交车是直达华山景区的。乘坐公交车往华山脚下走，车辆起步，请坐稳扶好。这站下车，因为附近住的地方挺多的。华山论剑。去找一下我的房间。大家看一下，这就是我在华山脚下住的房间，30平，价格120，还是不错的。电视、空调、双人床，1.2米宽，我睡其中一间。这是电视。有桌子，送我的2瓶水，衣服挂，大镜子，洗脸池，毛巾、浴巾都挺齐全，还有吹风机。这是厕所，透过窗户看一下外面，外面就是大街上，这电信的一个小区啊，就在华山脚下。晚饭就在手机上点外卖，土豆、茄子，还有西红柿，一共40，确定。外卖到了，门口拿一下，门关好。在华山脚下吃的晚饭，4菜1汤，还有一个大馒头，吃饱了才有力气登山。这是蒜苔，有豆腐，还有番茄、土豆丝、小炒肉。味道不错。我们都知道华山不仅是5A景区，而且一直都有着天下第一险著称，西风大索道最为著名，门票加上索道票估计又得300块。南峰主峰最高海拔超过了2155米。打开手机查一下路线，打算天晴之后带大家登上峰顶，一览众山小。